创世之初，魔族祸乱天下。泰坦封印魔族于位面监狱，并创造机甲镇守此地。时光流逝，位面监狱上孕育出了新的文明。人类的发展导致了封印被破坏，魔族挣脱封印降临地球。只有传说中的天印者才能够唤醒守护机甲，拯救世界。我们的实力暂时交换在地球。魔族正在入侵这里，跟我来。快去帮帮他们。不听话就要吃鞭子了。还有一个，去把他给。不能让君王夺走光明核心。一群废物，可惜我还没玩够。哼，回头再来收拾。机甲可以对魔族产生致命伤害，只有天命之子才能调动它的力量。只要获得所有部件，就能解锁强力机甲。小心前面的魔能者。
他们。不能让君王夺走光明核心。恭喜您获得坐骑，可大幅提高移动速度。不能让君王夺走光明核心。这片土地将会变成痛苦的汪洋，真是阴魂不散，撕碎他们。这就是光明核心。只要获得所有部件，就能解锁强力机甲。这位少年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是万中无一的异能者，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你的人类阿萨托斯大人赐予我的这种力量，是你们无法阻挡的。
谢谢你，这个给你。只要获得所有附件，就能解锁强力机甲。恭喜你解锁了第一个机甲。我们本可以好好享受一。谢谢你。